6月24号，有网友曝光了《甄嬛传》中沈眉庄的扮演者兰溪的结婚现场照片。照片中，兰溪身着婚纱，腹部明显隆起，经确认兰溪已经怀孕5个月。兰溪在剧中对爱情的执着让人感动，而现实生活中她也有一位交往了5年的男朋友，如今他们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。《甄嬛传》导演郑晓龙也来到现场为一对新人证婚，在郑晓龙的见证下，两人共结连理。据悉，程翔是一名创作型歌手，热门歌曲有《誓言》《摩登时代》《半个月亮》《想念你》等。2015年，兰溪接受采访时称，透露说以前计划30岁结婚，现在已经29了，父母亲也在施加压力了。说和男友程翔结婚要天时地利人和，还要看双方家长意见。今年已经32岁的兰溪，虽然不是在30岁之前结婚，但是如今结婚和怀孕一起完成，双喜临门也十分不错。兰溪还笑着说，以前想生小女孩，但一个太孤单，最好是双胞胎。